他们跑进了通海的禁地白骨林。这片林子险象丛生，分散着数不清的毒物，同时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。不对，一直在打转，我迷路了。我们一直按地图走的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除非地图本身就有问题。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还是会原路返回。撤。他们人呢？进去了。那怎么不追啊？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雷公背啊。你说的那是山名，这林子叫做白骨林。什么意思啊？听老一辈说，这些树是从死人身上长出来的，只要进去了就别想再回来了。那你不能不管呢？啊，别逞英雄了，跟我回去。跟我回去。把你刀借我试试。干嘛？徐夏恒，我能来到这儿，能遇见你，而且到现在还没死，咱俩也算是有缘分。张远泽，你个笨蛋，你把刀还给我呀！烧了，你没听见这呼呼的风声？现在烧了，只怕我们还没走出去就已经葬身火海。我们得尽快出去，让他们发现，否则体力能量消耗殆尽，就会死在这里。我们走了那么久也没有发现什么机关暗道，难道赤木军的情报有误？很有这种可能，因为赤木军也没有上过金龙山，他所有的消息都是在山下通海镇打听到的，也许是他们故意放出的消息，为了防止外人闯山夺走龙脉。如果这个山上真的有机关重重的话，那剑影营又何许在此安营扎寨？但是上次跟随赤木军来通海的四名特种兵不都是死在这片林海吗？那只是赤木先生对将军的说辞。第一，那天晚上他根本就没有上山。第二，据他所说，整晚静营的人都在山上作战，所以他才能逃脱。至于那四个特种兵的死，我想多半是死于静营的枪下。我猜他和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况。整个金龙山山高林深，地形复杂，再加上赤木军对金龙山的险恶大肆渲染，才使得他们自乱阵脚。要真是这样，这事儿就容易多了。你去周围找找，看有什么吃的。我们原地休息。